是 M 奈，可以叫我一梦或一梦。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个展览啦，不过现在是七点出头了。我的影片，现在的话，这个影片公布的时候，这个影早就已经公布了，所以没关系了。早起剪片，哈哈哈。对，就这样出去，可是影片都没剪，所以早起剪片，上传中。这个剪完还有，等一下还有一片要剪，一天更新两片，挺勤劳的。所以刚刚那个就是一点点这个剪片的片段啦，这样。那在早上就要去台北了，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扭蛋展的。就这样。我要出一百块，因为钱不够出站。要不要找我看地图？地图，往那边先走吧。可以吗？不的。你这人很可爱。可惜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我们是东二，我们是中四啊，不就隔壁栋？隔壁。喂。这里是东二啊。有没有？那中四是隔壁。这里、啊。我们在这里。被树叶打到，这边吧。对啊，这边。这边吧，那里啦。嘿嘿。哦，看，眼睛超大。嘿嘿嘿。加鸡。那我去买票。啊。他没有啦。我就比个样子嘛。这边还有犀牛，喂，这一整个就是一个厚道大家庭呗。还有原画哎，看还有原画，超酷的啦！我要爬，不到。因为你的椅子挡住了啊。可是这样怎么爬？要这样吗？这样。可以耶。对不对？是不抢牌子？你的手臂是不是近了？是啊。人四号，你看呢？耶。兼任次数啊，213那张卡哦，你说那个、哦、你要拍什么？我们还在离入口只有2公尺的地方，真的是、哦、还是可以，你走前面吧。刚刚是黑色的，什么都看不到，那边超暗的。你看，逐渐厚道，逐渐厚道，太好笑了吧？这是化石的概念，越来越厚。厚道的眼镜石，锵！太快太快了。
太经典了。你可以倒过去啊。这个超酷的，这个。这样子。超酷的。我怎么觉得他根本就是觉得他自己有异臭？你看他有拿一个，你看你看。谁啊？他有拿一罐，然后在喷什么？这边这边。所以他是嫌他腋下太臭吗？是在夜市，这是在士林，士林士林，士林上面有些。哎、欸，真的。虽然被卡掉。酒馆。这是酒吧。女神居酒屋吗？Freestyle. They have freestyle station.这才是真自由。Free time， 然后这个，来去隔壁棚吃甜点。看他的脸，啊，这边有那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苹果，苹果法国面包，看不出来耶，太多东西了。这是冰箱的概念吗？这个门，冰箱的门，冰箱。所以其实这整个是一个大门。哎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油炸鲨鱼，你可以回去 tag 鲨鱼。真的，油炸鲨鱼，这个好可爱啊！那个，妖怪麻薯，可它吃草莓，我觉得不行。他要不要人家有别的啦、啊？这个我想要转，我想要。想要转那个，全世界都知道你最讨厌草莓。真的哎。坚韧次数啊，是坚韧哦。对，我以为是尖锐。拿一把剑来，你自己帮他劈上去啊。啊，那这样我就只想要项链，我不想要戒指。嗯。回。夏天啊，那个超可爱。哪个？哎、欸，有船呢、欸！你玩那个叫什么？战舰。战舰世界。对不对？过不过去？啊，是那个快爆浆的面包。爆浆的面包。压出来就会有。把鞋撞倒了。不是把饮料撞倒了。没有啊。他还立着这么猛，我撞到他呢。嗯，有带星球。那个看起来也很酷。Tokyo Art City。
360度梦幻视觉系统，应该是那个吧，就是艺术家的，应该是，还蛮有趣的。还有 Starbucks， 把你的战利品拿出来，太多了，回去再整理。啊，你可以拍这个，耶、yeah ，这个这个。他展场卖的袋子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要加价购、啊，所以如果你买这个加79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啊。哦。因为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这个拍的不错。哦。耶，厚道。蛮可爱的。真的。好，现在是隔天早上了，因为昨晚还有点事情，所以没有那个。那就看一下，一样看一下那个拿到什么东西回来。这个是，首先这个是它的这个里面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像抽签一样的，就这个有点恶搞的感觉的啦。好，然后又转了几个，这个好，转了几个，那来看一下。这个是那个哦，就是那个自由女神的，还蛮好笑的。其实这个还蛮好笑的，我转了两个，可是有一个重复的了，就是送别人，就拿给别人。我转到两个都是这个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还蛮好笑的。这个就是在那个展场里面有的那个嘛，地那个的，还有这个。跳舞的，然后喝啤酒的，跟这个喝茶。我想要这个喝啤酒的，就赚两个都没有，就算了。赚钱还蛮贵的，其实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卡比，这个就是这个卡比的。虽然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任天堂主机了，但是卡比还算赞。因为这个系列我之前在别的地方有转一个这个拿锤子的人，所以这是别的地方转的，然后还要转一个，对，三个刚好都没有重复，运气蛮好。然后还有这个还蛮重要的东西，来20块。我在展场里面换钱，然后结果他就直接拿这个壳装钱，我换了500块吧，然后他直接拿这个壳装一堆10块给我，还蛮好笑的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，尤其是这个自由女神这个哦，因为这个之前在网上有红一阵子嘛。就是大家在讲，可是，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有在卖。哇，它很多，它货很多，就是去的话都有可以转，而且到9月吧。因为你如果没有要进去看那个模型的话，去它的那个最后那个贩卖区是不用钱的，你可以直接进去，然后就可以转这个。还不错啦，在台北的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